哦，开始做我们要试试看那个种子适不适合，哦，不要做了很多之后才发现是错的，要改很麻烦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先做了五个种子，然后我就把4个穿进其中一个，哦，同时穿进其中一个，哦，看看它是否适合，哦，如果宽度不对的话，你就不可以了，哦。OK，这个刚好是圆满，大家看到吗？好，现在哈，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是正确的折法，我就会折多一个，就是我要折6个，我就可以做一个田字哈。OK，所以现在我就先用4个来做，因为这个是指口哈，在钉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那个指口。OK，你看那个这个是钉子哈，我们故意涂黑了，大家就看得清楚，指口我们故意画黑了，所以你看到吗？在我钉这个种子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决定了指口的位置，OK？大家看一下这张图，指口必须在这个一个种子分成4份，指口跟钉子不可以露在2端的1/4的地方，只能保留在1/4里面，尽量保留在1/4里面哈，中间的部分。如果种子不够长，那么就是保留在1/3的地方，就是指口跟钉子都保留在这个三分，就是分成3等份，它必须在1/3的地方，这是最理想的。OK，这样的话哦，你当你钉好的时候哦，你指口跟钉子都是不可能露出在那个那个1/4的地方哈，不可能露，因为你在中间的嘛，你就不可能露出来，所以。钉的时候一定要非常，就是折的时候就已经要决定我的指口必须在哪里。好，决定了指口在哪里，你才折了，你才来钉。钉好了之后，它就已经定型了。所以在编制的时候，不需要说一个一个在检查。哎呀，编下去才发现指口都露出来了，还是那个钉子也露出来了。OK。所以现在这个哈，我会编制一个田字给大家看。可是因为这个是我有设计花款，所以我必须看前面来做，而不是看着钉子来做。OK，现在哈，第一个哈，我就是竖着拿我的花在上端。OK，第二个我就会第一个是这样哈，第二个呢我就会穿过去哈，过来这边。Okay. 第三个呢，我就套在下面哈，套上来。OK，这个我设计一下，我不要花哦，全部装在一起。然后第五个呢，第四个就这样套过来这边，然后这边就穿上去。穿好了之后互相拉扯。OK，这样就是一个田字，哦，现在我在做第二个田字哈，第二个田字的话，我就往上加。OK，这个花我穿套过去。OK，第二个我就，因为我要看出那个花来做，这个就套过去，因为我不要这两个花相撞，所以我这个花要离开它。然后这个哈，我就要把那个花出现在这边，哦，它就间隔的有花，哦，不然要做了全部花挤在一起。这个呢套下去哦，然后这个是要穿过去。OK，看到吗？也是拉扯哦，这样拉扯。OK，大家看到吗？这个做好了，这个田字它很密，看到没有？它很密，不会有洞。哦，这是做好田字。那么我们再转过来看背后啊。OK，背后大家看到我的指口跟钉子吗？哦，这个是完全看不到，因为它的方向的关系。这个会看到是也是因为要方向的关系。等一下，我再做下去的话，我会穿第二条嘛。第二条的时候，它就会把那个指口完全盖住了。大家看到吗？我穿第二条的时候，它指口完全盖住了，所以
这个四分之一看不到止口，这个四分之一看不到止口，哦，这些都看不到止口，看到吗？哦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止口要坐在中间的关系，哦，嗯 ，OK， 谢谢。OK， 啊，这个是三角形哦，看到这个三角形吗？这个就是要转角的地方哈，哦，你看四边都有，哦，四边都有这个三角形 ，OK， 所以等一下我就教大家做角 ，OK， 现在我们看这个，这个是二乘二而已哈，哦，这个只是二乘二，这个我是用超大的。让大家看得清楚，就是一二三四，所以二横是二，直也是二，哈，是二乘二。然后它的四周我做多一圈，哈，就变成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乘二，四周多多一圈就是四乘四。现在我们必须要转过来，因为我们要做角嘛，角是往里面弯的嘛。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把这个三每个角要拆掉三个种子一个，哦，两个 ，OK 啊，拆了两个哈，哦，然后这个就是第三个 ，OK， 大家看到那个边吗？一边两边三边这三边就会构成一个三角形，大家看这个三边是不是构成一个三角形，所以它要构成三角形我就变成要把这个穿过去，哦，长的穿过短的这边来，这个我是拿钉子的那一面来做，哦，因为你的角是弯在里面的，穿过这个之后套过那一边的这个长的，好了，它就这边就站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，大家看，转过来看，大家看到那个三角形吗？哦，很清楚哈，哦，这是一个角。好了，这个角做好了，我会继续做下个角，也是一样哈，哦，要拆掉三个种子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哦，也是一样，这三个边，一边、两边、三边形成一个三角形，所以左边的长条穿进右边的短的，哦。然后套进那个长的，所以这是第三个三角形，哎，第二个啊，这边一个两个，下面再转去另外一个角也是一样，拆掉三个种子，一个两个三个啊，左边的长的穿过右边的短的穿进去，然后再套进那个右边的长的，好了，这是第三个角，第一个角三角形，第二个角，第三个角，现在最后一个哦，也是一样，拆掉三个种子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哦，右边的左边的长的穿进右边的短的。然后再穿进套进那个长的，
好了，四边的角都做好了。它底是四个，二乘二的底，然后旁边做一圈，然后就是一个角、两个角、三个角、四个角。所以接下来呢，就是继续编上去，继续编上去，拉好它先。OK， 继续编上去。因为我要看花嘛，所以我就要转过来编。画一朵花在这边。都穿过来。这个就要穿过去。这样就一个，然后第二个穿上来，这个就穿过去。这总之是做的不标准的哈，只是为了示范，所以我暂时借用这个，因为我手头没有这样多。OK， 这个花就穿过去。Okay, stop. You're welcome.